家好，我是 Chris。嗨，我是医生老师。我们现在在澳洲布里斯本。我们都说澳洲有三宝，叫做茶树、尤加利还有百千层。那这三个都是我们的桃金娘科的植物了。桃金娘科在我们香气心理学之中，它特别适合的就是内向、害羞，还有呢有苦难言、不知道该说什么的人来去做使用的。你知道吗？就像生长在尤加利附近的植物呢，它很容易就死掉，因为尤加利呢，它会去吸取养分，努力的向上去生长，所以它特别适合一种人，哪一种人？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他特别适合的就是那一种太在意别人的人。所以你在生活之中，如果你太在意别人，你都没有自主的想法，都没有自主的主见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桃金娘科的植物来去平衡我们自己的能量，来让我们变得更积极，来让我们变得更想要去把自己的想法来去说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也谢谢医生老师，顺便推荐大家《香气读心术》，现在这本书好评热卖中。对，欢迎大家支持我们哦，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澳洲找我们玩，拜拜。